性清幽，远离尘嚣。近日南投中寮慈圣宫真庙宫在地方社团发出征才条件，文案精彩程度引起热议。庙工月薪25,000，工作内容包括5点请神明上班，下午5点请神明下班，还可以在后山种植蔬果，实现农夫梦。不仅周休2日，没有同事，也没有凡人主管，还可以打太极、灵修及养宠物。贴文一出，获得好评，网友直呼很少看见真庙工启示能写得如此精彩。可能行动环境这么好，来这边养老也不错啊。不会，因为我可能需要同事。有民众需要同事爱，也有人向往这样的退休生活。而主事瑶池金木平时香客就不少，不仅空间宽敞，还有大片园地可以自由栽种，实现农耕生活。来当庙公庙婆应该不错，风景又优美，然后环境又好，那与世无争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薪资25,000你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啊，还不错哎，还活得下去。原先的庙工做了14年，做到80多岁，因为健康关系才退休。庙方发出的精彩征才文案，果然火速引来求职者。新庙工已经录取，下回请早。三立新闻吴坤宇、沈明志、屈道云南投报道。